我们将在福建省厦门市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，欢迎金砖国家积极参与。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重大倡议。厦门这座高素质、高颜值、现代化、国际化城市迎来历史新机遇，中心城区湖里也因金砖之光熠熠生辉。这里是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，今天的湖里经济总量居全省区县第四位，居海湾城市中心，享海陆空铁之便。先进制造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商贸物流、新兴金融、旅游文化和健康五大产业蓬勃发展，建筑与数字建造产业特色鲜明，龙头企业、高新企业集聚成群，产、学、研、创新链高效协同。在这里，营商环境持续升级，多区政策红利叠加，服务企业有速度，更有温度。从厦门经济特区到金砖创新基地，作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，湖里抢抓机遇，奋勇争先，加快打造湖里金砖数字新城。新城地处厦门本岛东部，作为中心城区唯一可连片开发地块，总面积达22.6平方公里，包括金砖创新基地总部区、金砖数字工业智谷、金砖 TOD 综合开发项目三大组团。金砖创新基地总部区位于湖里东部，紧邻环岛干道，占地面积3.2万平方米。我们携手中国通用等金砖产业创新联盟成员共同开发，实现投资、建设、运营一体化。总部区重点发展贸易物流、创新金融、智慧医疗、绿色低碳四大产业，引入金砖产业机构总部、金砖服务机构总部、金砖人文机构总部。从国际贸易结算、金融货币结算到知识产权交易，奋力建设金砖国家全球产业服务中心。金砖数字工业智谷位于湖边水库湖仔山一侧，面积达30.5公顷，包含湖边水库东片区、马措连山头片区及中仑片区。园区将与周边发展成熟的厦门软件园联动，集聚数字工业、智能硬件研发总部、测试场、加速器等众多产业功能，推动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，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。这里将成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先锋区、数字孪生产业示范区。交通引领复合开发，作为全国地铁站点密度最高的城区之一，湖里 TOD 综合开发方兴未艾。以金砖国家为元素，导入数字经济、数字影视、文化创意、文旅健康等金砖产业资源，从建筑到产业，从人才到消费，一座座地铁上的金砖社区从这里崛起。山、海、湾相依相连，产、城、人高度融合，这是一方商机奔涌的创业热土，也是一座和谐宜居的幸福家园。
湖里金砖数字新城，期待与您携手前行。